一次做环保就上手，不过也有傻傻分不清楚的时候。原来分类是有口诀的啦，没关系，动动脑想一想。如果把保特瓶拿来当火箭，保特瓶它就最回收，垃圾就在垃圾桶。你可以怎么救地球呢？分类。哎，老爸掌声鼓励。回收，保护我们的地球。塑胶。啊？一张啤酒。从业三十年，谢老师最爱讲绘本故事。地球几秒钟就蹦出这么多垃圾，他实在很忧心。这个阿嬷呢，那碗盘里面的东西没吃完，他就会说真可惜。小朋友只要翻译浪费，他们都会说真可惜。他脸上的翻译，他也觉得很浪费，然后他也会帮他舔一舔，就很可爱呀、啊。包括我们毛线的工作，剪下来的线头啊，剩下的线，我们都会有一个毛线收集桶再利用。下次做香包啊，那个就可以塞在里面。希望小朋友呢，从小就有环保意识。由天主教圣公修女会创立的幼儿园，邀请慈济志工大爱妈妈来教孩子们学做环保，打造情境教育，小朋友个个印象深刻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温宝晴明确会台南报道。